他有啊，就住上面啊，有看到吗？那上面那个是皇宫啊，那个国王就住上面啊。国王的不是总统，不是，他们是那种就是君主立宪，就有点像英国，英国那个是也是女王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国王嘛，现在是查尔斯嘛，之前是国王，对，之前是他妈妈是女王嘛，伊丽莎白女王。 他们是属于君主立宪的，所以就有国王。像我们一般那种民主的国家，就是总统或者是总统啊，可是德国又不一样，德国有总统，但是他有总理。那事实上，总理呢，就有点像我们台湾的行政院长，他是主政的，所有行政是他实际在操作，而总统只是挂名啊。总统基本上来讲没有实权，对，真正在。 操作这个政治的是总统，像奥地利也是，哦，他有总统也有总理，啊，就是两个，啊，总统没有实权，而且英国也是一样，英国虽然有女王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国王嘛，但是国王手上没有实权，啊，那所以他们真正的实权是在首相，就是英国首相有没有？以前那一个白痴，那个叫什么？约翰吗？ 头发乱的跟鸟巢一样的那一个，对不对？很讨厌。哎，就是他们是有份，啊，就跟我们一样。这个面积哦，没有比台北大。没，我可以查给你啊，等我一下。那我们台北市也可以独立吗？独立？天龙国吗？ 梵蒂冈也差不多这么大啊，哦，梵蒂冈差不多，梵蒂冈再小一点，啊，梵蒂冈更小哦，对，它再小一点，对啊，这个都是非常小的国家啦，像那个什么，法国东南边的那一个叫摩纳哥，有没有？蒙地卡罗，那个也是很小啊，一眼望到底啊，哦，人口也是很少很少啊，不过这几个小国家都很有钱啊，柏流才两万的，柏流哈，柏流对啊。 柏流是一个国家吗？不是吧？他是美国的托管地啊。他就是美国要让他，他你要独立还是要我的州？他现在不算是，他好像是我记得他应该是托管吧。国家，他是国家哦，柏流。他还是联合国里面的人。是吗？柏流不是吧？是啊。是哦。 总统府都是我们跟他盖的啊，以前李登辉穷的要死，来国家，都是靠我们给他钱，然后还不跟我们建立邦交。有啊，国有，国有邦交吗？不然没有邦交啦。有，没有，我们没有那个大使馆在那啦。有，没啦。我们打赌一下。 邦交够了啦，还打赌？可能是邦交够了。好，我们来打赌。有啦。没有。他还招待我们，招待我们疫情过后，他招待我们过去那边，招待我们台湾的贵宾去那边住总统府。那又怎样？有邦交，没有邦交也可以去住总统府啊。真的没有邦交啦。输的人请大家喝啤酒。那没问题啊。来，我们现在来查。
伊有人伊迄脚换过来王女啊，伊两顶脚来啊。嘿啊，伊大狗再佫换过啊，无同款啊。嘿啊，嘿啊。真的有呢，来啦！哦，你是的，哦，有大使馆的，真的有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明天中午吃饭，我们吃德国猪脚，请各位一个人一杯啤酒。哎，哦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啊。明天我们吃德国猪脚嘛，哎，应该是明天吧，我想一下，明天是我们明天从这边去威斯教堂去新天报住看看，后天我们去慕尼黑，中午很好，应该是2万左右，没有啊，1万多，我刚刚看好像是2万多了，2万多的，我要看这2万多。好，中午，后天中午。2万多也是一个国家，我们一个梨就不止2万多。对呀、啊。一个梨就20万。哦，太大梨了，太大。虽小，可是人很多，才3.5多了，号称3.6。哭了，嗯，哭啊！哭啊！你这嘴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会儿呢，我们就要过这个陆路海关啊，陆路海关就是瑞士跟那个瑞士跟那个奥地利的陆路海关。啊，过了海关以后呢，我们就进到奥地利去了。我们今天晚上的饭店是在奥地利境内哦，不是在德国境内。所以我们明天早上呢，我们从旅馆呢出发，才会进到德国去。哦，才会进到德国去。奥地利，所以我们这次呢，我们不是德瑞哦，哈、哦，我们是德瑞。列支敦士顿、奥地利四个国家哦，你看真的是有报喜啊，叹掉啊！开啥口哎？各开啥？啊、哦，有人去盖章吗？有啊。谁？我看几个。哦，我们有两。一二三四，才四个人盖哦。啊，对啊，有算啊。啊、哦，才四个人去盖，我还以为很多人都会去盖。司机有去盖呢。有。司机说。他换了新护照，他刚换新护照，所以他还去盖一个。他们那个章其实还蛮漂亮啊，上面有一个小皇冠，哦，对啊，花3块钱瑞郎，很蛮值得的啦。你看护照上面多一个国家，啊、哦，而这边呢真的是蛮小的，你一眼望到底了，他、哦、国家就这么大而已啦，啊、哦，一眼就望到底了。那我们前面哈。等会请问各位有人有退税单的吗？瑞士的有没有人有？有啊、只有你有吗？好、啊，大哥有，其他嘞？我有护照吗？等一下我们过了关以后，你再拿出来就不行了哦，没人给你盖章啊？有了，我帮你盖了。人家不承认而已，我可以帮你盖。啊，
在瑞士买的，我们昨天、前天这两天，你如果有买超过300瑞士法郎，他有给你一张那个退税单的，啊、哦，你一定现在呢要拿出来盖，啊、哦，你过了这个关，你就找不到人家帮你盖了。你要是再回到德国，你想要盖章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德国是不可能盖瑞士的章的，啊、哦，就是像这样子的退税单，啊、哦，像这样子的退税单 ，OK， 这样清楚吗？啊、哦，这个拿下去吧，要不要？要那个要拿下去给他看啊、哦，他也许会看，也许不看啊、哦，但是我们带下去会比较好啊、哦。有没有？没有了哈、哦，就只有这一碗。OK， 好。那、啊、等一下呢，大哥你要跟我下去啊、哦。因为这个这边这个瑞士周遭哈、哦，它的这个海关呢，它是只有为我们在观光客在瑞士买东西退税才能够盖，那你那个德国的那个退税单拿去那边，他也不会帮你盖的。你德国你是最后一天要在法兰克福机场盖的，哦，所以这个德国我们前头一两天有没有买的那个东西啊？哦，你就留在最后一天再盖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有哈、哦，各位啊，我们买东西哈、哦，到最后一天我们在法兰克福旅馆住。进去以后呢，各位一定要整理一下行李，哦，整理一下行李。啊，我们买的东西呢，集中放在一个行李箱里面，好不好？像我记得好像有人买一口行李箱，对不对？有人买行李箱对吗？对哦，你所有买的东西都放在那个行李箱里面，因为那个行李箱也要去退税的，哦，也要去退税的。所以呢，你所有在德国这一趟。行程买的东西全部都放在那个行李箱，到时候呢，我们只要把那个行李箱带到海关那边去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所有我们要买的东西，要去准备要去办理退税的，你都要放在行李箱里面 ，OK？ 好、哦，啊，然后到时候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要带到海关那边去，他有时候会检查，有时候不检查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东西给他看，哦，所以呢。你不能够呢，这个行李哈、哦、，checking 完了以后呢，就从那个输送带就给它丢下去了，不行哦。啊，当我们人到海关那边要去盖退税单的时候，啊，你一定啊，你一定要把你的行李箱带去。那我们在滴滴湖买的东西，啊，在滴滴湖买的东西，还有呢，我们第一天在那个莱茵河游船吃午餐的时候，也有人买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在我身上。他交给我的，我们要整团的啊，整团的把它那个收集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这两家店他们是旅行团啊，旅行团退税，所以才可以退到15%。一般商店都是退11%到12%嘛，那他们是有多退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跟政府有报备，所以他的税可以退得比较多啊。因此呢，他们必须要由我们领队要负责。帮他们把退税单寄回去，所以你的退税单现在会在我这里，但是我不能帮各位去盖章，因为上面退税单的名字是各位的，啊，是各位的，所以我们在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些退税单整理好了以后，我会发还给你，你要自己拿着你的护照去海关盖章，盖完章你这个退税单要还我的，我要一起寄，这样清楚吗？啊，不清楚就问，啊，不清楚就问 ，OK， 啊，所以我们在滴滴湖还有蓝银河买的东西，你也是一样要放在大行李里面，啊，要放在大行李里面，那个也是要去退税的，啊，不要到时候海关这个退税没有退到，啊，没有退到，这样子的话，到时候你还要集中放在他那个行李箱里面。他有买行李箱，他有买行李箱，因为那个行李箱要退税嘛，所以那个行李箱本身就要带过去嘛。大哥可能在问说，不同人买的也要放在一起。有啦。什么？你这个、哦？不是，我是意思说，我们团队里面，另外别人买的东西也要退税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也要拿去他的行李箱里面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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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放自己的行李。啊，你自己买的东西放在自己的行李里面，但是呢，你那个行李就要带到海关那边去。啊，就是你有退税的，你的行李要带海关去；啊，他有退税的，他的行李要带海关去。
就是东他买的东西要给海关看。不装在里面，提的不行，给他检查。不行，你不能用手提的去给他检查。哎，一定要放在行李里面。中国家是这样。不足国家是这样，就是拿的，我去日本对，我拿着给他。那不行，在欧洲，尤其是在德国、奥地利跟瑞士这三个德语系的国家是不行的，你一定要放在大行李里面。是啊。对。啊，这样清楚吗？啊，你不顾重要手提上飞机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到登机门那边的海关去盖，你就不能在外面盖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清楚哈。OK， 因为他们退税的地方有分两个，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其实一点都不复杂。外面一个里面，一个外面一个里面。你要拿上飞机的，你就是在里面盖；啊，你要放在大行李里面的，你就是在外面盖。这样就比较清楚嘛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分？为什么不能够手提着去盖章？对，你确定你的东西是要带出国的，这样知道吧？对的。哦，因为呢，你在外面盖章的话呢，你手提着，到时候你盖完章，你像我这边这么多朋友有没有？我帮他买。对。啊，到时候我手提着，然后我去退税，退完税以后就交给我朋友，他不是就漏税了吗？这样知道吧？可是这个是只限于，这是正确的做法。可是呢，法国跟意大利哈，他们比较懒散，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么严格在执行，这样子啊。所以每个欧洲国家呢，他们退税呢，可能就是会有他们的程序有没有，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。那不要。下次呢，如果各位再来玩，你去法国玩，或者是去西班牙玩啊，啊，人家那个退税的流程呢不太一样。不要说，哎，我们上次去那个什么德国，啊，退税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？这不是这样说的啊，因为每个国家呢，他们的民族性不同，那他们怎么执行，反正你就是听领队的就对了，啊，领队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一样啊，对不对？这边是德国，这边又不是法国。那司机只能停在这边，我们等一下，大哥你跟我走回去哈。对，我们走一段，小心哈，小心。护照要带哦，哈，要护照证本。会哈。哦。好，来。